中华民国一百岁生日特别到了，包括着跨年晚会、啊个元旦升旗典礼，拢有新的做法。今年12月31日的跨年烟火秀，包括着落海空。伫明年元旦升旗有100对新人要来做联合的婚礼。伫记者会上，马总统讲，即建国100年活动经费，敢来用了高雄新闻1/6，台北听众2/2。中华民国建国100年，本届家庭书共同参加一书公祭办活动，尤其跨年宴会表演，请父母家林怀民担任总顾问，舞台灯光大师林克华担任技术总监等人参加。宴会涉及范围会遍布六开空，会使讲台湾有史以来上大地景甲水景演出。我们过去的概念上的烟火都是在一个地方看到的烟火，我们这一次的烟火是不但是串联好几个地方，甚至你可以说是整个城市的烟火。跨年宴会表演拍头灯，庆祝中华民国100岁生日。元旦迄间升旗典礼又创举，请八大乐团演奏，甲全面迎接新年第一个日出。即马开始，阁找100对新人参加联合婚礼，增加喜气。也毋过，因为保密协定，主办单位对活动内容无讲太济。台东市马总统透露，建国100年活动的预算，这只有高雄市运大概1/6。台北听澳的大概1/2的样子经费，不过经费少没有关系，许多人都愿意无偿的来帮助。马总统表示，建国100年活动经费差不多是台北听澳的1/2，高雄世运的1/6。伊讲选择8月20公布中华民国建国100年庆祝活动，也是因为105年前，即天国父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东平会，成就今仔日台湾的政治民主有特别的意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